2014年 Paper One 的第7题 ，Given that log base k 9等于2 ，find the value of a， 就是 k。好，首先呢，它要我们找的是 k 的 value。好，如果我们要找 k 的 value 的话，我们就必须把这个 log 呢变回去 indices。OK，假设我现在有个 log， 我的 base a x 等于 y。好，那如果我现在要把这个 log 呢变回去 indices 的话，我就要把这个 base a 呢 移回过去等号的另外一边。当我把这个 a 移过去的时候，这个 log 就可以不用再写了，它就会变成 x 等于什么 a power y 哦 ，base a 移过来，这个 y 就变成它的 power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找 k 的话，我们也是利用这个道理来做哈。我有个 log， 它的 base k 9等于2。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找出 k 的 value 的话， 我们把这个底呢移过去等号的另外一边，那么它就会变成 9等于什么 k square。 OK， 那如果你要找 k 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 square 搬过来变 square 加减 square 9，所以我们的 k 等于什么？ 加减 3，因为 k 是这个 log 的 base 来的，那么一个 log 的 base 呢永远是大过 0 的。 所以在这个题目里面，我的 k 可以省略掉减 3 这个 value， 而只是拿 3 这个 value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来看 B。B 呢要我们找 log base 9 k 分之一。好 ，k 分之一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k 的 power 减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呢 log base 9 k power 减一，而我们都知道，一个 log 的 power 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 power 怎么样，乘去 log 的前方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减一呢乘来前面，变成减 log 9 k。好，题目给我们的是 log base k 9等于2，而这边呢是 log base 9 k。那么大家有注意到这个 base 是 k。 这边是9，而这边是9，这是 k， 它这里的这个 base 跟这个它号码呢，跟它给的是倒反过来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公式可以帮助大家哈。假设我有个 log， 我的 base a， 这边是 b， 如果我希望把这个 base 跟这个旁边这个数字对调过来的话，它会变成1 over k， 那么我的 b 就变成 base。 a 就变成这个旁边的数字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公式呢，把这个9 和 k 的位置对调，就变成 e over log base k 9，而这个 base k 9就是等于这个，是不是？好，就是等于2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2呢套过来，就变成减1。 over 2， 所以 log base 9的 k 分之一就是等于 negative 的2分之一。